又来，吓到了！哇哇 ，Oh my God！ 哇老哎 ！Welcome to my vlog。这一次呢，因为我的家附近呢有一个很大的湖，然后每一天呢都有很多人在那边钓鱼，所以这一次中秋节呢我会做一个 BBQ。可是我们的材料呢是我们自己钓的鱼，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前准备功夫，也就是去那个湖边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鱼，还是全部是乌龟嘞。然后也顺便问一问那边正在钓鱼的人，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轻松的钓到这些鱼，然后在中秋节做 BBQ 烤来吃。说这些鱼钓了，到底能不能吃呢？它肉鲜不鲜啊？今天我们就来做做看。这边一转过去，那边就是湖啊，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浮萍哎。OK， 看到今天人比较少了，不过那边也是有两个人在钓。OK， 我们过去访问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钓了。我一定要钓了，我住了十多年附近湖里面的鱼再烤来吃。我跟你讲，平时啊没有 COVID 的话，真的全部满人的，问我那些鱼哪里来啊。 OK，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湖边了，就是这边了。有鱼咩？应该我哋屙啲屎尿啊，全部都系嚟呢度。啊、洗碗啊，配个坛啊，有冇工厂排嗰啲水我是不会给他吓到的。OK， 我去访问一下前面两位大哥。放心，你不能当高一竿啦，不对啊。那边比较是一竿啊，不不能打八啦，这里。那边啊，半夜就浪费了。哦，一竿来，大家必须上。那边看老板打八，马干身体比阿豆。Sama-sama saja. Tapi kalau betul nak pergi pakar makan pun boleh kan? Boleh. Apa kita kena prepare? Ada satu ruang. Biasa mie pun boleh lah. Mesin yang bawah ini. Ha. Itu. OK 啊 ，Thank you。经过我们下湖拜师傅了，郭官，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一定可以抓到鱼了。虽然刚才的讲我不太会听得懂啦，不过我哥听得懂，我听得明白了。大概大概啊，还是要去寻找那些鱼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鱼店了，我是要去找啊。我觉得去到鱼店，跟他讲一声，我是 beginner， 我要钓鱼，他应该就会 prepare 给我了。OK， 刚才我们去到一间，并不是每一个都有卖鱼钓的，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间了。啊，这边有卖钓鱼的东西。哇，老魏好帅哟、哦！我要养这个 OK 吗？啊 ，Gladys， 我刚刚给他打死。OK， 我们已经找到鱼钓了。老板是推荐了一个入手版的鱼钓，可是我不是很会用。我就相信老板就对了。应该是钓到了，应该是给了，这样子加起来60块了，还没有包其他东西啊。我哋可以直头去买飞刀。我80块，我哋买几多条嘅先啊？好似有啲唔啱数。好似。冇啱數喎呢個 content， 啊，為了拍這個 content 呢，要魚釣60块，要網3.8块一包這個魚翅的面粉4块多，然後這個是魚的味精，粉丹，粉丹 oil， 然後現在又要另外買一個網8块钱，我才發現沒有這樣東西。现在我们要另外买的一个是钩钩，因为这些要只能钓到小鱼，然后这个是可以钓到比较大一点的鱼，100多块，100多块，我可以去吃一餐。哦，我丢的时候我在拍了它了。啊，你丢的时候现在看吗？定了的时候就不动了。是高级粉啊，有钓过吗，老板？没有。老板没有钓过。OK， 97块，我钓不到50条鱼，我都不回家。我钓我全家人吃的鱼回去。刚刚讲中秋节不可以。吃晚餐，全部要吃我的鱼包，才值回票价。Tomorrow， 嘿嘿，来到第二天了啦，现在是早上9点半 ，Let's go。OK， 我们现在就去到湖啦。不过我妈刚刚打电话给我讲呢，她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在钓鱼哦，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呢。连这个小天王也在。OK， 我们刚刚问我们身后这一对，他们没有抓到残鸟，所以我哥现在就 mix 这鱼的饲料。我们是真的零经验，没有做过，大概大概。翻到外面，不然落多啲。我够了啩？够啊。不输输输。我攞个笔嚟啊。翻单执嚟喎呢个。他们讲这个饲料要掺一点这个，它自己的河水，所以它鱼不会觉得奇怪。回归大自然，鱼，你看，你看，你看，鱼什么来的？你们懂这些是什么来的吗？这是蜗牛蛋，不是蜗牛啊，河螺蛋。我家前面哦很多了，我呀就负责来这边吃的，他就来钓鱼。咁样一粒可以钓到鱼咩？是啊，水又咁大咩？零经验咪咁咯。睇下，边有三个人啊，很专业，像三个鱼钓啊，都钓不到一只啊。我们还是吃木塔巴比较好。
很好吃，像魔芋啊。这地也买了有喂鸡。他看拿这个茶锅来面一搞，勾在这个有可能会鱼香飘啊。你这个放在水它就融了哦。拿这个啊，到底是怎样啦、啊？该你会钓鱼的朋友啊，下面留言留言分享一下。OK， 我们的第一房。啊，有嘢噶，有嘢噶，睇下会唔会跌，有冇缝到我、啊？哇，可以嘞！哇，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等，等豌豆。OK， 经过啊15分钟啊，没有动静，我就捞起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饲料还有没有？喂，有啊，这系整翻个龟啊！我俾鱼咬过痕迹，你冇鱼都系食到嘅。都喺叮叮叮叮叮旁边嘅，咪成啖落，成啖落嗰啲好大条鱼哦。记得 ，Let's try again。我捧得最远啦，呀！一样，跟住落嚟就系等啦。我再放了第二次，我的网就已经打结了。我不管怎样弄，都弄不出来哦。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哦，这个是 prawn fishing。各位朋友，你们懂 prawn？拜师傅要拜对哦，各位朋友。哥，现在看一下那个结打得开吗？你睇下我去弄入边啊，全部嗰啲线喺入边棘乱晒啊。What's happening? Turn shy kick. 刚才是 turn shy kick， 现在是 more than jaw kick。呢度 kick 晒哦，后边打完 kick， 到前边打 kick。总之一句讲就系好 kick。我睇你点解呢个 kick？ 你讲错。那明明你看到没有湖哦？你看他们的湖面哦，一直有好像鱼上来呼吸这样，这样多鱼一个都还没有上钓嘞，喂。哥在那边结啊结，结了15分钟，掉毛线了掉。我们已经放弃了，直接拿来喂鱼。这个，我睇呢个，佢俾我哋嘅系俾鸡食噶啦，佢讲会变成面粉这样子，很硬的，可以挂在那边，这个都不可能啊，老白白。你看啊，其实很多鱼在水面那边，很多上来呼吸，因为那个银子啊，全部鱼躲在这边了。OK， 现在我们挂这一个，试下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鱼仔来钓哎，看到吗？你们看，虾仔啊！虾仔呢个嚟钓啊？真系虾仔啊！不如捞只虾上嚟睇下。好爱，走咗啦！诶，真系鱼仔啊！哇，好多鱼喎、啊！唔系鱼啊，吸到啊！知哦，鱼嚟嘅真系。鱼嚟啊！鱼嚟。系喎，放生啊！啊，呢啲梗系要放生。啊，嗰个虾又嚟啊！睇我，睇我。哇，好浪啊！佢好似好饿咁啊！耶耶，得啦！Yeah! 我们赚了 ，OK 了，回去烤一次啊，收工。哎，就用呢个嚟钓鱼咯，都几唔错哦。看谁来啊？飞耶！哎，飞耶！你出来了哎，想见你们咯。飞耶 ！Why are you here? To see whether got fish or not. No fish. Oh no. Only got 蜻蜓诶，红蚂蚁。诶？嘿嘿嘿，这波鱼，咦？嘿嘿，波鱼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耶！我看这样子下去了，一整天都钓不到一条的。OK， 现在我们换 strategy， 我们用渔网。OK， 只要把饲料放在这边，然后呢，鱼呢就会全部卡在网那边，然后一拉起来就很多只。OK， 尤其得得得的嘛。OK， let's wait no more， 缝出去。啊啊啊啊啊！红蚂蚁，哎，缝啊！刚刚一丢的时候给红蚂蚁咬。哇，好多条鱼哇！你嗰啲俾鸡食嘅饲料全部冇晒喎。成日跌晒出嚟咗，睇住点惊咩？
唔得防啊！我睇你咁样掟出嚟好啊！呢度都有鱼啊，我觉得唔错啦，钓到一啲树枝上嚟啊 ，OK 嘅，有少少成绩啦，加油啦！有鱼啊啦！我直接讲，刚一丢的时候，全部已经钓完出来了，冇人嚟敲啊！唔掂喎，已经散啦，所以一啲鱼都冇喎。这部分我们在做梦，我白觉得哇，刚刚好可以放。OK， 现在我们是最后一轮，最后一轮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走了。OK，Let's、okay, do it。好消息再给你们讲了，我们已经在这边三个小时了啦，一条毛都钓不到。我们要回去研究一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上网 check 一 check 资料，问一下朋友这样子，我就不会放弃了。全冠风波钓到一条虾而已，我们回去研究，绝对不会让我们中秋节过得这么单调的，找一个好的饲料来。现在是半夜一点，永不放弃的精神，上网学习要怎样做那个 fishing bait。我们还做了两个版本，一个呢就是用面粉、面包碎、盐、糖还有 garlic powder 制作成。而另外一个就是用我爹都吃剩的狗狗饼碎，再加面粉，再加一些有的没的制作而成的。看明天的鱼吃不吃，不吃的话我就吃自己。The next day， 今天又来到另外一天来了，今天就有 Gladys， 我相信他的好运会我们带抓到鱼了。OK， 而且今天我也输了一个帅头。你们鱼会看你帅不帅啊？会。然后今天我哥没有来，应该是他吓跑了鱼。太凶，太大只了。他们以为有鲨鱼。我带一个善良的小妹妹来。Let's go。然后刚刚呢，他们就拍照给我们看，隔壁人真的抓到鱼耶。你看今天很多专业的钓手来。你看这个是早前拍到的，他们已经拿着一条这么大条的鱼了哎。果然是 professional 就不一样是吗？你这个不哦，一定有很多专业的来。然后你就会吸收到很多经验。是是，看、啊、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啊？下面留言。OK， 这个就是我们放的陷阱啊，等下它那边浮动啊，就有鱼咬了啦。你看这个人在这么。在打眼啊！哇，钓到了啊！我们钓到鱼了，很多条哦。放生。辛苦钓到地方，这样辛苦啊！你看人家有 camping， 有屋顶，放四条鱼竿呐、啊。等下我们过去打探一下，再给我们一点他的饲料看，会不会比较容易钓到这样？这一次你来抛竿呢、啊？确定你用这两个包可以钓到鱼？不会了，大力不要太大力啊，顺着那个力去。哇，很远哦，抛到，哇，好棒哦！现在是十点了，今晚就要庆祝中秋节了。没有鱼刺，没有鱼刺。我决定要拿我们两个包过去问那些专业的。哎呦，对我什么都要包你不累啊？吓碎了。Hi, I see you catch many fish. I'm first time, so this is my fishing bait. Can you help me to see? Okay, Annie.Okay, got difference, huh? Okay, so how many fish you catch already? One! Have what, Maybe you can give me one or two.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哇，老诶，人家用蚯蚓来钓的，我们用了两个包，钓屁啊，钓！是 professional 啊，看你不要命哦。那你要的蚯蚓来了。人家用蚯蚓来钓的。OK， 现在我们就换蚯蚓看钓到没有。OK， 放蚯蚓钩应该是钓到了啦。你今天打算钓到几点？哎，有圈圈呢，你那边。我们这一集应该可以聚集到很多钓鱼的朋友，是不是呢？有。喂，不要乱。有，真的。要给它咬住。唔咯，你冇俾佢食掉，佢喺度旁边钓紧，浪费哦。我第一次看到哎，真的是沉下去了。OK，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了。我看到刚才那个白色沉下去一下，哎，有 feel 了，开始好玩了。有了！钓到了！钓到了！哇！耶 ！OK， 下去！耶！哎，怎么有两条的？OK， 该面对的来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我们去买鱼。你好，帮得到不啦？阿伯利，阿伯利，收到啊！兄弟，阿伯利。Thank you 啊 ，Thank you。要不要再讲？要不要导演？演一下，然后我们把那个影片放去前面。OK 了，我们是真的 try 啊，我们用两天的时间，然后我在这边耗的时间也超过差不多7个小时啊，一共。我觉得钓鱼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啦，它真的需要耐心跟运气，我觉得运气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问了第二队的马来人哦，他们是因为第一队那边被人抢了，所以他们来这边。他们呢有很齐全的设备，可是这么久啊，我都没有看到他们钓到一条。他讲整天钓了一条而已，第一个 spot 的那个钓了10多条啊，这我们第三个 spot。我看了3天都不能钓到一条没有，所以看运气看地点。当然我们是还没有 experience， 不过我觉得钓鱼这一次叫 experience 还蛮好玩的啦。下次敢投资一点点钱了，是不是？是我们买好一点鱼钓，看到那个鱼线的已经觉得有点不一样，人家很多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要尝尝在我家附近这个湖的鱼到底什么味道了，有没有大便味。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在家庆祝中秋 BBQ， 把这个鱼烤来吃。所以我们下集见， O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OK， 拜拜。烤鱼了，主角登场了，买了鱼，鱼，可以给他一个毛巾。飙紧汁咧，哇！